1938年，我祖父从厦门坐船过来，他就开始这个杂货店在东茂路地点了。后来1949年 ，after World War II， 都带我的父亲到新加坡来帮忙他。然后后来82年，我辞职我的银行工作，就来接手了。1982年到现在，差不多41年了。昨天他们就下来了，有些 from Thompson， from Queenstown， 全部有很多 resident 住在这边，然后也来祝贺我们了。全部都是东茂路的食物，所以一个 celebration 咯。After that， 这个店就没有了，永远就没有了。So yeah。就有点难过了，可能。